欢迎来到学用数学，数学有用。今天这道题又是一个函数的迭代映射。好，我们先以25为例，来看一下它怎么映射。好，F25 它做的事情就会是每个数平方之后相加，2平加5平，所以我们得到是29。那下一次呢，又是2平加9平，这边呢就会是这个85。那再做一次就是89。接着反复做，就是149、42，然后20、4、16，对，37、58。好，但58的时候呢，再做一次，就会回到这89。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留意到，这里有这个八项，所以后面呢，每八项就进入一个循环。好，那一开始呢，这是那个，对，这是做一次。做一次，做两次，做三次，好，那接下来就是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所以这里呢就是第11次，那接着呢第19次，一直到203次，好，它的结果都是89，但今天呢想要问201，所以我们就倒退，这是202，这是201，因此呢这题的答案就是37。好，所以关键呢就是要去找到这个循环的特性。